皇家御医七代传人，星星秦岭脚下的这是名医，传承百年古方古病的旷世良方，一个又一个的这是奇迹，熊氏老方正席卷全国，引发最大规模的星星古病这是热潮。星星，你就是一辈子星星，也都是笑。我们熊家端是星星，别我从开发的地84年才治愈了2万多个星星。我们国家现在有7000万，如果单靠我一个人，我就是累死也治不了这么多星星。所以我动真的去世了，所以星星去世了，主动去世了，所以星星那根本不可能。根本不可能。